中方已得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已宣布马航失联客机落入南印度洋，我们对此高度关注。中方已要求马方进一步提供得出这一结论的所有信息和证据。中方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进行，我们希望马方及其他国家的搜寻工作也能够继续。This is CNC World, a new perspective.